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啊，非常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和资源，让我们在网上举办这个 Playhouse 的故事时间。虽然我们不能够跟一些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见面，但是呢，我们仍然有这个机会，每个月2次在网上向他们传福音。我们非常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些又精心又忠心的 Playhouse 的义工，就让我们继续能够为这个社区里面年轻的家庭来服务。愿主祝福这个施工，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去服侍他们，让许多小朋友跟他们的家长能够通过这个有意义的外展施工得到祝福，奉主耶稣的名字求，Amen。